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开吉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阿弥陀佛48愿之心要。首先，我们非常的欢喜，今天啊，迎来了阿弥陀佛的圣诞。承蒙上乘下德法师的慈悲的安排，还有极乐寺干部的邀请，给开吉这个机会啊，在一条龙师资培训班当中，跟各位老师和大德同仁们做分享报告。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也有和德师父慈悲特别的请示，应该要讲什么样的主题呢？那德师父慈悲开示说啊，因为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弥陀的大愿。第二点，法师也强调要以净土为归。第三，希望开吉和大家分享一点，跟随净空老和尚啊，将近30年的时间，那么老和尚有给予我们怎样的慈悲教导？首先啊，我们由于极乐寺干部的慈悲安排，就请开吉在这里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因为可能有很多老师和大德啊，我们是第一次共同来分享这个课程。那开吉呢，主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修学和求法的历程。开吉是在1995年最初遇到了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开始追随恩师上进下空老和尚学习佛陀的教育，并且聆听师父上人的讲经开示。从那时候，因为师父上人希望每个学佛弟子啊，都可以先把《无量寿经》读3000遍，然后再聆听师父上人的讲解经典的课程。那开吉就是在14岁的时候开始跟着师父上人学习佛法，到1999年开始上了大学之后，那师父上人就让开吉呢每逢寒暑假呀，都要到新加坡去听经闻法。当时师父上人呢，在新加坡讲解了
《华严经》《无量寿经》等等大乘的经教。那开济是在2002年，在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因为师父上人在90年代的讲席当中啊，常常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以赵普老为首的几位老人呢、啊，他们非常的担忧将来的年轻人看不懂汉字文言文，所以就提出了政协016号的提案，希望能够建立古典学校，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汉字文言文。但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全中国只有4所大学能够开得出古典文献专业，因为像文字声韵训诂、版本校筹这些专业课程的许多老教授啊，在那个时代都日渐凋零。所以我们北京大学当时每年啊，只能够招收到10个学生愿意学古典文献专业，因为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大家都在忙着拼经济啊。好，不像现在中国政府大力的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努力的恢复和保存。就像中国国家主席最近在沙特访问，我们看到沙特啊，就开始在各个学校推广汉语的教学。那么从2011年到2022年，开吉，这是出家之后就开始有机会可以长期的跟随在恩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的身边学习佛陀大乘经典，并录制各种课程。那其实师父上人啊，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举个例子来说，在2010年前后啊，师父就特别指示开吉要开始学习《太上感应篇》。那这个课程啊，师父就要求一定要讲满10遍才算合格。那时候开吉出家没有几年啊，就很认真听话，所以在寺院就开了2个教室啊，白天在大教室讲《太上感应篇》，晚上呢就在小教室讲，最后就完成了师父所要求的标准啊，把《太上感应篇》讲完。这对开吉学习大乘佛法帮助非常的大。到2012年开始，师父上人就教导开吉要开始学讲净土大经科注。好，当时有3位法师，那师父就让开吉用国语来讲大经科注，请圣妙法师用闽南话来讲大经科注。所以从2012年到现在啊，坚持了10年，学习无量寿经呢，一直没有中断。不过期间，在2020年到21年的时候，因为师父上人特别体会到啊，这个孩子一定要从小扎根，把圣学根之根这个德行和学问的基础扎稳，这样学习大乘佛法根深蒂固啊，将来开花结果才能够枝繁叶茂。所以在学习这么多年大乘经典之后，师父上人又让开吉从根底扎起哈，从小儿语、弟子规这些课程开始学，到2017年到2022年呢，就开始担任师父上人的秘书工作。这个期间啊，因为师父上人在晚年90多岁的高龄，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也为了在世界范围当中去推广伦理道德因果等圣贤教育，
所以那几年当中，师父是不辞年迈啊，往返奔波于欧洲、澳洲，还有亚洲各个国家，去推广祭祖、推广世界和平这些工作。好，所以这个期间啊，我们是跟随师父上人呢，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好，这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下面我们开始来进入今天要学习的主题，就是阿弥陀佛48愿的心要。这也是德师父非常的慈悲，希望在今天弥陀圣诞的日子啊，跟大家来分享弥陀的大愿。但是因为呢，我们的课时有限，只有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48愿通通分享圆满。那就把其中最核心的心要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好，这样可以圆满德师父希望大家能以净土为归的这个愿望。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我们有把今天学习的参考书，教材啊，请干部发给大家，就是《净空法师全集》的讲学用书类第二册的电子档。如果大家有收到这份电子档呢，就可以参考学习。如果手上没有呢，开吉也会在投影片上面啊，把这个每个内页都展现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师父上人的全集讲学用书类之二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套书啊，是师父上人留给我们的非常珍贵的法身舍利。那师父上人今年圆寂呀，很多人啊都来到极乐寺参拜，并且礼拜师父上人的肉身舍利。可是我们会在师父上人的全集讲学用书的手稿当中啊，看到师父留给我们更加珍贵的法身舍利。而在这部书当中，从师父上人有许多小注解哦，大家看到画面上画的这些各种颜色的线，还有后面会看到这注解，师父有写了许多的小注写在上面，特别可以体现出师父上人那种真诚恭敬的在学习经教和讲解经教的这个心。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啊，一个人一生做事情，他会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天资、资质有多么的好，而往往是因为啊，他比别人更加的努力。这一点，如果大家翻阅师父的手稿，就师父的全集，我们会一本一本的把它出版出来啊，大家就会看到从师父年轻的时代，一直到八九十岁的高龄，每次上台之前，师父要准备讲稿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努力的在这些经本上面去写这些小注，去抄录经文。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师父上人真诚恭敬的心啊。所以用这本书来跟大家做分享啊，也有这样的用意在其中。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师父全集》的讲学用书类之二第27页。首先，红色框框当中就会看到善导大师所提出的48愿的心要。善导大师于48愿中，那么大师有谈到，这当中啊，有5愿是最为重要的。那这5愿呢，就按照这个顺序，第一是定诚正觉愿，
也就是弥陀的第十二愿。光明无量愿是弥陀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愿是弥陀第十五愿。诸佛称叹愿是第十七愿。那最后第五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持念必生愿，这是第十八愿。所以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当中啊，这五愿为真实愿，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也就是说，弥陀的四十八愿，大家看起来虽然它的条目很多，可是啊，它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五愿。这是善导大师给予我们的非常珍贵的开示。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唐朝的时代，有许多的来自日本以及各个国家的留学生都到长安来学习。那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跟随着善导大师学习净土法门，跟随着天台智者大师来学习经教，学习天台宗。所以像日本这些留学生，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都成为了他们国家的祖师啊，还有韩国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特别的尊重中国的祖师善导大师和智者大师。而提到善导大师呢，特别要谈到他的老师道绰法师。这是在《净土圣贤录》中就有记载啊，道绰法师的生平事迹。那其中，道绰法师他有一个特别值得人们称道的一点啊，就是他为后人做出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最好的榜样。这也是师父圣人在讲习当中啊，常常会提到啊，净宗祖师其实应该要有道绰大师。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这里这段记载就有谈到啊，道绰法师他一生当中为大众讲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这净土经典啊，讲了200遍。这个数字很惊人啊，我们说一生当中要把这个经典，大乘经典讲的遍数这么多，他真的是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做出了最好的榜样。而且他一生一天当中念佛是70000声佛号作为定课。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老师能够培养出像善导大师这样的学生啊，这老师也是这个功夫下得很深。那另外一位，我们看到同样是在唐朝的时代啊，还有一位显首宗的祖师。好，那么说到法藏，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如果提到显首国师，有听过师父讲经的同修啊，可能印象就很深啊。显首国师是华严宗的祖师啊，他曾经写过一篇相当于博士论文，就是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那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位啊，曾经翻译过华严经的一代大德，我们看他一生是怎样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一生讲华严经讲了30多遍。我们看到这些记载啊，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和惊讶啊。就是这样的祖师大德，他们在唐朝时代啊，共同为大乘佛法呢，创立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留下了很灿烂的篇章，并且啊，
对后世之人的影响是相当的深远。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在道绰大师影响之下，善导大师他一生当中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好，他一生在净土法门当中，你看演说净土法门30余年啊，未尝睡眠，护持戒品，纤毫不犯。好，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去传承着他老师教给他的净土法门的这些经典。这是善导大师，他一生，就是能够成为净宗的祖师，他也是在弘法利生的方面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那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当中就有引述他的一句劝世偈大家可能对这首诗会蛮熟悉的："渐渐鸡皮鹤发，看看刑部笼中。"假饶金玉满堂，岂免衰残病苦？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净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所以善导大师就是用人世的无常来让我们要辛勤努力的修学净土法门和称念这句阿弥陀佛。那包括在今年，像醒公老师和师父上人示现原籍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让我们特别体会到苦空无常和万法皆空的道理。我们在学习师父上人所讲解的净土大经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师父在跟我们讲述《金刚经》的要义以及《般若经典》的要义，其中有一句话呢，是师父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般若经典》所做出的总结，那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这么多的大德善知识都离我们而去，回归到了常寂光当中，这正是警示我们人世无常，生命就是在呼吸之间，所以呢，就要用这非常有限的生命来去追求真实永恒的东西。好，这是老人家的慈悲示现给我们的警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在英国汉学院学习的同学在今年也特别痛切的这个，那么送别了同样是96高龄的英国女王开吉记得师父上人在最后英国之旅的时候，就曾经去过苏格兰。那么当时师父还为要建设宗教大学，以及世界和平，还有推广汉学教育这样的愿景在和英国皇室的这些成员在做非常友善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看到英女王过世的时候她在苏格兰。最后呢，也是非常孤独的，有一段长长的这个旅程当时我们都曾经陪伴着师父上人走过苏格兰的这样的一段路。想不到呢，同样是这世界和平的使者也是在今年离开了我们。所以这种种的无常，都是在警示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光阴，努力的修学净土。好，如同贤公老和尚所说："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所以从古至今的这些净宗祖师大德，都是
用他们的一生啊，来为我们诠释什么是生命永恒的真谛。好，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生生世世在轮转不休啊。那什么时候才是头呢？好，在六道轮回当中，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人道天道很舒服啊。好，其实师父常常说啊，三恶道才是我们的老家。好，来到人天啊，只是暂时喘一口气，住个旅馆而已啊。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地狱恶鬼畜生道里面啊，去流浪跟徘徊。所以这种无常的警示，让我们提高警觉。好，一定啊，要把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放在心上。就如同德师父跟开吉所分享的，他虽然教学和工作啊非常的繁忙，但是他现在呢，也每天都要好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努力的念佛，好，要把这个念佛的功课强化呀。我们在这3年的疫情当中，已看到了太多人事无常的这样的，好。这样的一种警示啊，更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的称念这句佛号。好，所以山岛大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出48愿当中有5愿呢是48愿的心要，可见此愿实是弥陀弘誓之心髓。彼佛本怀，这彼佛就是指的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的本心本怀啊。那弥陀他的本心本怀究竟是什么呢？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他所谓的就是这一桩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明白了，对于阿弥陀佛，自自然然就会升起了知恩报恩的心。为什么？阿弥陀佛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好，这个恩德呀，超过了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是好到了极处，为什么？他对我们的帮助不是短暂的，哈，比如说只是享个人天福报啊，得一点小利益呀，不是的，他对我们的帮助是要我们一生成佛，这是弥陀所发的愿。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啊，第12愿定成正觉，好，这个定字。多么的肯定啊！每一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不成正觉的这个定是必定肯定。所以善导大师所教给我们的这5愿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啊。如果大家生活很忙碌，好，没有办法呢，把48愿一下子都学习和吸收啊清楚呢，我们可以先从这5愿开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定成正觉，光明无量，还有寿命无量，诸佛称叹，以及10念毕生，也就是这20个字啊。就已经把阿弥陀佛的48大愿全都包括在其中，而善导大师教导我们，这是真实愿，好，真实不虚。这20个字就是48愿的心要，是48愿的核心。也是48愿的宗要，可见此愿实是弥陀弘誓之心髓，
彼佛本怀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本怀，他的本心本愿啊，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啊，希望一切众生能够一生成佛。为实现此愿，乃有十念毕生之殊胜大愿。那我们要问呢，在这五愿当中，究竟是哪一愿是第一当中的第一？毫无疑问啊，就是十念毕生。十念毕生，让我们对净土法门升起了决定的信心。你看，往生其实并不难呢，真的很容易。十念毕生，让我们体会到人人都有份。这净土法门，它所包括的这个范围太广泛了，那可能会有很多的老师啊，或者是同仁们觉得说，可是我每天的生活非常的忙碌，那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像出家的法师，或者是清修的这些修行人这样，从早到晚可以把时间用在经教上，用在念佛上。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之下呀，大家没有时间，大段的时间去读经或念佛啊。那师父上人非常的慈悲，就教给我们用十念法。十念法就是一天九次，那每一次2分钟，就是念十声佛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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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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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我们看这十声，2分钟都不到。那每天呢，从早上起来，先念十声；晚上睡觉之前啊，可以念十声，这就2次。另外，每天吃三餐饭的时候，我们师父上人就说可以。不需要念供养咒，那念什么？就念十声佛号。吃饭之前，合掌念十声，这是3次啊，加上前面一共是5次。另外，我们很多的老师同学每天要去上班，要下班，在工作的时间当中啊，上班之前就可以先合掌念十声佛号。下班的时候，把很多工作的事情都安置好了，这时候啊，再念十声佛号，所以上下班这样加起来是4次，那加上前面的这几次啊，总共是9次。这是师父上人所提出的十念法。那对于在现代忙碌的社会，许多同修来说，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啊。假如说这个习惯，我们一生都把它养成了，这十念毕生就有把握啊。临命终的时候，最后这十念始终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够决定往生。那这个方法呀，我们以前在，我记得有一年啊，也是跟随着师父上人到英国汉学院去，参加这个祭祖的典礼，还有汉学院的开学的典礼。那么在那个期间呢，我们现在的汉学院的院长，圣妙法师非常的慈悲啊。有一天啊，他就，带我们去喝咖啡。因为当时我们是秘书组的同学，跟随师父上人南征北战啊，南来北往，非常的忙碌，每天都比较没有时间可以自己用功，所以在咖啡馆啊，在兰彼得小镇的那个咖啡厅，可能有很多老师也有去过哦。那院长就带我们分享这个佛法。那后来呢？我们大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因为那几年秘书主跟着师父上人
在很多国家这样跑来跑去啊，每天都是不分昼夜的在忙碌，那怎么能够坚持修学呢？就提出了十念法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就在微信里面成立一个小群，叫做一心，这个群就是专门念佛的。然后每天啊，大家按照自己的时间啊，有时候会有点时差，比如说，妙公院长在英国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在亚洲地区啊，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按照自己当地的时间啊。那每次把这十声佛号念完，我们就在小群组当中发一个短信，哈，表示我完成了这个十声佛号的功课。然后这个方法呢，想不到我们秘书组的同学啊，就养成了习惯。大概从2018-19，哈，那时候跑欧洲，英国、德国、法国啊，非常的频繁。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落实十念法，一直到现在。妙公院长还带着我们秘书组的几位小同学啊，还一直都在坚持这十念法。好，所以对繁忙工作的人来讲啊，这样的修持是非常有效的。哈，因为你从早到晚这个佛号啊都没有间断。好，那么下面说到众生依此最简最易即圆即顿之净路。这虽然啊非常简单容易，即圆即顿啊，这十念是即圆即顿，因为在十句佛号当中，我们非常真诚用心的去称念阿弥陀佛，啊，这当中不会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符合大势至菩萨所教导的净念相继，啊，一句接着一句，这当中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功夫啊。如果说你念个1个小时、2个小时，时间比较长，那可能会夹杂很多杂念。可是时间短啊，这杂念就不容易掺进去。净路呢，这指的是走捷径。念佛往生，则皆可成佛。你看这个语气啊，是多么的肯定，没有一个人不成佛啊，这往生就决定成佛。好，这是善导大师的所做的这个开示。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第十二定常正觉愿，大家请看，《净空法师全集》第26页，这是讲学用书类第二册啊，这十二是48愿当中的第12愿，定成正觉愿。大家在这一页的讲义当中就可以看到师父上人所写的这些笔记。好，你看这个真诚恭敬，一笔一画，可以看出师父这种治学的真诚的态度哦。我们先看经文。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们会注意到啊，48愿每一章的最后一句都是"不取正觉"这四个字。好，看到这四个字，这一愿就是一章，啊，当然有的是一章、2愿、3愿、4愿啊都有，啊，或者是有几个是一愿的这样。好，黄念老的注解就有谈到，此第十二愿啊，名定成正觉愿，往生者决定成佛，这就是定成正觉。大家看到这个"定"字啊，多么的肯定，决定一个都不会漏下，正显弥陀之本心。那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是存什么心？是用什么意呢？我们看到十方的一切诸佛如来，
他的本心本愿是什么呀？本心本愿是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可是阿弥陀佛的48愿呢，则是帮到了究竟，好，帮到了究竟圆满。因为究竟的苦是什么呀？究竟的苦是因为烦恼习气不能够断掉。所以法身大士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断，好，这个习气，无明的习气还没有断，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常寂光，不能够成为这个妙觉，他还是等觉的身份啊。那究竟之乐是成佛，如果能够把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都断尽，这就离究竟苦，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好，能够圆满成佛。那我们知道圆满成佛，这才能够得到究竟乐。所以阿弥陀佛他就做到了。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所用的这个方法呀，非常非常的巧妙，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都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那这是凭什么呢？这是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神通道力和功德，能够把我们无始劫的业障，他不知不觉的就帮我们解决。也就是相宗所说的转八十成四智，作阿惟越智菩萨。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做莲花的时候啊，这个莲花是开的，好，那你坐到里面呢，莲花合起来啊，佛就把这朵莲花带到了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当中。等到莲花再开，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什么身相呢？这个身相跟阿弥陀佛是完全一样的，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还不是32相80种好。所以真正的相好光明，这是我们六道的众生无法想象的，甚至与连这个28层天的天人啊，他们都无法想象。如果他们知道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他一定不会贪恋人天的福报，一定是想念佛求往生。所以这就是佛的本心，唯以一佛成啊，就像《法华经》所说，无二亦无三，在极乐世界啊，是没有二乘三乘，唯以一佛成。那么在极乐世界，那里所有的课程都是帮助我们快速成佛，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本心，是阿弥陀佛的心意。我们会看到这幅清净庄严的极乐妙果图，刚刚所谈到啊，阿弥陀佛把我们接到极乐世界，把这个花呢就放在七宝池八功德水当中啊，这个殊胜的景象，大家通过这样的一幅图啊，就能够体会到。所以自古以来，无论是佛法还是儒家道家啊，这些祖师大德在推广圣贤教育的时候啊，就常常会用艺术的形式来推广，比如说绘制像这极乐妙果图，或者用音乐，用各种艺术的方式啊，来弘扬圣贤教育。那在这里，开吉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有一年，刘素云老师呢，来到香港啊，来看望师父上人。
那跟刘老师一起来的有很多东北的同修。当时师父正在宣讲《净土大经》科注，那我们就跟刘老师的这些护法同修啊，一起煮了一桌东北菜。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座的老师同仁熟不熟悉，有没有东北人啊？对东北菜是会比较熟悉。那这些菜我们都煮了哪几道呢？有炖酸菜，还有拍黄瓜，还有蘸酱菜等等。那等我们在厨房忙活完了之后啊，把这些菜啊端上桌啊，刘素云老师就分别给这几道菜呢都起了一个名字。炖酸菜呢就叫做莲池海会，拍黄瓜就叫清凉世界，还有，东北有一道菜是在西红柿、番茄的上面放那个白糖，那老师就起名叫莲花朵朵，还有蘸酱菜呢，就起名叫一心不乱。那我们就用很多的小卡片啊，在这个菜的旁边都把它的名字写上，就在这个圆桌里面啊，就端上桌，等师傅上人。讲完《无量寿经》下来之后啊，就一起跟大家享受这一顿莲池海会大餐，吃得非常的欢喜啊。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刘老师呢就跟师傅报告说：“师傅啊，下一次呢我再来看望你啊，我们再继续来开这个莲池海会。”好，这是一个小插曲啊。其实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啊，这些老师大德啊，在生活当中的时时处处都不忘记西方极乐世界，不忘记用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来提醒我们，心心念念要想着阿弥陀佛，要想着西方净土。那下面大家所看到的呢？是师父上人这一次圆寂的时候啊，有好多弘忍的小曾孙也去参与念佛啊。他们还用日记的形式呢，来写下对师父上人的问候和祝福。开集选了两份这个小日记，这里有一位可爱的小曾孙说：“师公上人，请问您在极乐世界过得好不好啊？”极乐世界很漂亮吗？师公上人，你喜欢那里吗？看得到阿弥陀佛吗？那我们看到啊，弘忍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在49天的念佛当中，跟随着老师和家长一起来为师公上人念佛，在他们纯净纯善的心田当中啊，就种下了阿弥陀佛的种子，也种下了孝道的种子。那另外一位小朋友则是说啊，有时间我要念佛回向给师公上人，希望阿弥陀佛会带师公上人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小朋友他们分享的内容很多啊，也都很感人啊。我们只是挑了这两则啊。跟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有关联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当时很多的大德老师看到这些小朋友的日记啊，也都非常的感动。他们现在也在认真的学习《小儿语》、学习《弟子规》这些课程，就如同师父上人在讲席中常常强调的“孝亲尊师”啊，这是德行的大根大本的。所以小朋友他们在分享当中有谈到，非常感恩师公上人给他们可以读弘忍国际汉学书院这样好的学校，让他们从小就能够遇到圣贤的教育。那只有把孝亲尊师的根真正扎稳了，我们这一生当中，无论是世间法
还是出世间法，才能够真正的有所成就。那我们看完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下面啊，再让大家看一看地狱。因为很多人啊，你光跟他说极乐世界有多么殊胜美好啊，他还不怎么愿意相信。可是你跟他讲说这地狱有多么的恐怖，有的人他是因为畏惧地狱苦啊，而升起向往极乐的心。好，这是每个人得度的因缘啊，是不同的啊。大家看到的这幅图呢，也是师父上人他老人家在生前啊，曾经找同修从佛教的经典当中，把地狱的景象汇编成了一本书，叫做《诸经佛说地狱集要》。那后来有大德老师就把这部书啊，画成了这个画，这是其中的一页啊。那非常难得的是呢，师父上人和醒功老师啊，在生前都为这部书呢写了序跟跋。那我记得，从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开吉在跟随师父上人学习大乘经典。《无量寿经》《华严经》也聆听《太上感应篇》。那师父上人就知道说啊，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是在功利主义的社会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开吉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啊，每天都想着怎么样去竞争，怎么样去取得好的成绩，就忽略了在德行和生活教育方面的培养。所以常常会做出一些对父母亲很叛逆的这种行为。那时候师父对我们学生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大概才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师父就很严肃的跟开吉说啊，说不孝父母啊，当然这也包括不敬师长啊，孝亲尊师是连带的。说这个罪啊，在阴间的罪是最重的。好，也就是说，你因为不孝父母，堕到地狱啊，是堕得最深的地狱。那同样，我们反过来看啊，如果能够落实孝亲尊师的话，那自自然然，这是能够得到最为殊胜庄严的果报。所以这句话呢，让开启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乃至于后来在学习圣学根之根的时候，对于这一点啊，就特别痛彻的去反省、忏悔跟改过。那正是因为一个人他敢于去做出这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的行为，所以乃至于这个杀盗淫妄酒种种的恶行啊，他才敢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讲的地狱景象，就是因为邪淫所造成的果报。那也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大家如果听过师父上人所讲的章太炎在做东岳大帝判官的时候啊，曾经到地狱去参观这个故事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地狱的果报啊，也是从心想生。大家看到右侧这幅图啊，右上角是一个美女，那在她的下面就是受报的罪人。那她因为她在生前呢，淫欲的心太重了，那么到了地狱当中啊，她从她的心想生出来的也是这样的美女啊，那实际上都是幻象。所以他一看到上面有这个美女啊，他就赶紧要爬上去。可是地狱的这个刀啊，它是往下的，直接就把他就是刺得皮开肉绽，而且下面还有猛火在烧。再看左侧这幅图啊，这时候美女她又出现在了下端。那罪人是在左上角啊，结果这罪人一看到美女啊，又马上要跳下去。
这时候地狱的刀呢，就往上，好，他跳下去的时候，同样啊，也是被这个刀啊，给他刺得皮开肉绽，好，同时下面有很多猛火啊、狱卒啊，在那里，狱卒在这里执法。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特别能够体现出什么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如果杀盗淫妄啊，很难止住的同学们啊，有空就看看这本书啊，有时间到地狱里面去参观一下啊。好，害怕这个地狱苦啊，大家就容易升起出离的心，升起念佛求往生的心。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因为卡塔尔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学生啊，每天都在熬夜看足球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因为它举办的地点啊是在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教非常兴盛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么在中东呢，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所以这一次的2022年的世界杯的赛事当中啊，整个国家是完全禁止喝酒，而且也禁止邪淫的行为。好，也就是只能是合法的夫妻。好，如果不是合法的夫妻呢，有邪淫的行为啊，被政府发现之后，会有非常严厉的法律的这个制裁。这也就使得啊，这次世界杯成了历史上最纯净纯善的一个赛事哈，因为很多人借着这种大型的活动啊，喝酒啊、吃肉啊、邪淫呐，就会导致许多的恶行产生。那么，这个宗教的根本的戒律，其实我们看到师父上人常常在推广宗教教育，促进宗教和谐啊。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其实在根本的戒律当中都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哦。但卡塔尔这个国家呀，我们也许以前是对它是比较陌生的。那我记得呢，我们最初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呢，也是跟随师父上人到法国巴黎的教科文组织。好，在师父上人晚年的时候啊，他老人家最欢喜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到教科文组织的净空之友社和世界各国的大使们啊，共同探讨如何来促进世界和平，以及如何来推广圣贤教育。所以，开吉对于卡塔尔这个名字啊，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师父上人就亲自到了卡塔尔大使的办公室去拜访这位非常和善的大使。那当时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位大使啊，他们国家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所以他在办公室当中啊，有一部非常庄严的《可兰经》，已经在他的办公室供奉了3年之久。可是他不一直不知道说这部经典应该要供养给谁，直到他遇到了师父上人之后啊，他说是真主的启示，让他要把这部经典供养给师父上人。所以当时的这种场面特别的温馨与和谐。那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部《可兰经》啊，我们才知道了卡塔尔这样的一个国家啊。好，这是给大家说一点小插曲。下面我们继续啊，来看《师父上人全集》的第28页、29页。那这里呢，就是第13愿，光明无量愿。是第七章，法身庄严。好，我们有没有看到啊？在红框里面最右上角这个红字，
法身庄严。好，因为这个手稿是师父在新加坡讲解《无量寿经》的时候所用的讲席用书啊。到后来我们学习科注的时候，像右上角这些字啊，就已经印在了经本的上面。好，可是因为这个全集的出版，让我们可以看到师父手写的，好这个科会、科判还有科题。那这里一共是五愿啊，第一就是第十三，最重要的一愿。善导大师说，五个重要的愿啊，这是其中之一，就是第十三愿，光明无量。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好，到这里呀，是一愿啊。下面这个就是另外一愿了。好，这是我们会看到呢，有时候一句经文它是一愿。有时候它是两愿啊，或者更多。好，那我们知道佛佛道同啊，佛的果证跟清净心也是相同的。可是为什么佛光它所照耀的范围会不同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他在因地所发的愿是有差别的。我们如果学习《无量寿经》，就会看到，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就接受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的教导。那法藏比丘他希望能够成立、建立一个殊胜庄严的国土，他的老师就教导他。到虚空法界的诸佛刹土啊，去参访学习。那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才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诸佛国土当中看到有三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那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当时看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我的国土一定不要有三恶道。这就成了阿弥陀佛第一大愿当中的国无恶道愿。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会这样的殊胜庄严？是因为啊，法藏比丘在因地发心的时候，他就已经参访过虚空法界的诸佛刹土，才成就了48愿，才成就了极乐世界。所以法藏他一发心，这个愿呐，就超过了一般人。不但是超过一般人呐，而且是胜过一切诸佛。因此，当他修行圆满成佛，也就是成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就自然遍照十方。这是所有一切诸佛的光明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的。那释迦牟尼佛啊，在经典当中也特别赞叹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好，这一愿呢就是光明无量。第十五愿。寿命无量，这在48愿24章当中是第八章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那么在这一愿当中啊，佛是无量寿。每一位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呐，跟佛也是一样啊，是无量寿的。那么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所以凡是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寿命亦皆无量。这一点啊，我们在黄念老的注解当中就会看到，他引用了呈现法师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寿命无量，净土第一德也。好，这是净土的第一殊胜。为什么呀？寿命长啊，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圆满。那如果反过来，要是没有寿命的话呀，一切啊也都落空了。所以这是净土第一德。阿弥陀佛的世界为什么能够称为极乐世界呢？其实它的根本就是无量寿。好，那这个无量寿啊，我们要深入净土大经就会知道，这个无量寿是从有量的无量一直提升到无量的无量，也就是在等觉菩萨这个时候，他还有好这个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尽，那这时候他还是有量的无量。好，他还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把这个习气呢真正的好都扶住，好都断掉之后，才能够进入常寂光，这就是妙觉如来，那这就是无量的无量。好，这是寿命无量愿啊。再来接着看第十七，是诸佛称叹愿。诸佛称叹愿啊，这是第十七愿，那么这一章就是一愿。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够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好，那这是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啊。啊，实际上啊，我们今天来上这门课的时候，开启还特别有体会到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共同来学习阿弥陀佛的大愿的核心，也是弥陀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之所成就。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一愿啊，我们今天也没有今天这样殊胜的这一会啊。好，我们看一下黄念老所做的注解啊，引用的这个汉译的经文。第十七愿诸佛称叹愿，称者称扬，叹者赞叹。汉译曰：我作佛时，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佛各于弟子众中叹我功德国土之善，诸天人民软动之类，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好，这是汉译的本字。那无译的本字啊，跟它意思差不多。法藏比丘说呢，我作佛时，他修行啊，证得究竟圆满，这就成佛。成佛之后呢，愿他的名号啊，在十方的诸佛刹土当中，好，什么是十方啊？就是八方加上上下，就是十方。十方的无量无边、无数的佛国，那这些诸佛在他的弟子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并且普遍的劝导大家求生净土。好，所以正是因为阿弥陀佛啊有这一愿，而且这一愿兑现了，所以啊，所有的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的，也没有一尊佛不讲观无量寿佛经的，也就是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为众生说一切经当中啊，他必定会讲这净土三部经。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就是希望啊，一切诸佛都帮他做宣导啊，好，劝导所有的一切众生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快速的成佛。那这一愿呢，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愿望。好，没有一尊诸佛不希望众生赶快成佛啊，这个心就是佛心。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所有的一切诸佛他都非常欢喜的给众生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好，讲这部经是比讲任何的一部经都还要欢喜。为什么？这部经完全是为根熟的众生而说。也就是我们的善根福的因缘啊都具足，好，佛才说。那诸天人民软动之类，闻我名字，皆悉踊跃来生我国。好，那佛把极乐世界介绍啊给一切众生。那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一切众生只是人呐、或者天呐、其实呢，包括这里所说的软动，除了诸天人民之外，这个软动指的就是小动物，畜生道的小小虫子啊，小爬虫啊，这些众生啊，他们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字，皆大欢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些众生升到极乐世界，同样也是皆作阿惟越智菩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好，这个众生就包括了我们在其中，一定要直下承担啊。你看，连这些小动物、小虫子，它都跟人一样有灵性啊。那么下面大家看到的这块石碑，是在2019年，师父上人最后一次回到澳洲金钟学院的时候啊，就在他老人家所住锡的 Highfield 的庄园，那师父就特别交代呢，要为一只小鸟立一块石碑。那为什么要为这只小鸟立石碑呢？那是因为在很多年前啊，当师父上人，在澳洲土文巴讲经说法的时候，就曾经在他所住的庄园里面啊，看到了一只小鸟。那这只小鸟啊，因为它往生，就在花园里面往生啊。那想不到呢，他的配偶啊，在他身边徘徊了3天3夜，都不忍心离去。而且是一滴水都不喝啊，一点东西都不吃。好，就这样子徘徊。后来学院的法师就把它安葬在花园当中。那师父为什么要立这块碑啊？因为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都已经把恩义、情义、道义都忘记了。可是想不到呢，一只小鸟它还这么有情有义啊。而我们人在五轮当中啊，你看我们人扮演着这么多重要的角色，可是在现代的时代呢，往往是看到很多人都背信弃义啊，完全是以利益来着想的。好，所以就是立了这样的一块石碑，来提醒我们要记得，能够效法这些小动物一样啊，一定要做到有情有义哦。那在这一次，今年师父上人往生的时候，有一次开吉也跟德师父，在电话中共同分享和交流，师父上人究竟都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其中开吉就有和德师父分享啊，
师父上人在往生之前，单独跟开吉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家和万事兴”，我们要把它做出来。好，那时候呢，师父上人住到医院当中啊，那我们就轮班，啊，有的是白天，有的是夜晚，啊，在身边照顾师父上人。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轮班的时候啊，当时师父本来是睡着的，突然间眼睛就睁开醒过来，就跟开吉说了这样一句话：“家和万事兴，我们要把它做出来。”那说完这句话呢，一瞬间马上又闭上眼睛睡着了。那这件事情之后呢？慢慢的，师傅就不大能够怎么说话了，好，那个声音就比较出不来。所以我这次回想啊，师傅生前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单独对开吉做的开示，就是家和万事兴。所以开吉跟承德法师说，我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不是跟我说你要念佛求生净土，而是说要落实家和万事兴？好，因为当时开吉正在学讲《圣学根之根》，好，那确实会感受到，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历了这200年啊，否定了自己的传统，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诲，所以，连最基本的这些人伦的道理都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去落实。而其实，师父上人一生啊，常常都为我们示现人伦的榜样。无论他老人家是对待自己的父母，还是对待兄弟，或者是对待老师的家属跟儿女，甚至于对待朋友、对待同门的师兄弟，师父上人是怎么处事待人接物的，是常常在生活当中给我们表演出来。所以开吉去香港亲近师父的时候啊，那最开始几年，师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常常会这样跟开吉说，因为我们都是在功利的社会当中成长啊，很会做事情，把业务都办得很好，那可是智商比较高，情商很低啊。常常在做事的时候伤害了很多人，自己完全都没有感觉。所以师父就是用他的平常的这个处事待人接物啊，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比如说，我记得在最初去香港啊，师父就非常关心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的后人。所以常常跟他的方教授的大儿子写信啊，联络啊，希望他能够从美国落叶归根，回到家乡，能够和老师的后人呐、共同的生活。好，在这个信函当中，字里行间啊，就体现出兄弟的情谊，非常的感人。那么后来，师父上人还有方东美先生的儿子啊，也都相继往生了。那想不到呢，方先生的家人呐、本来他们生活在美国都是知识分子啊，都是甚至于都是在教堂接受过洗礼的，都不是都是不同宗教的这样的人，但是因为师父上人跟方先生这样的一个情分啊，想不到方先生的后人最近啊，就是今年啊，跟我们联络啊，他就说他现在非常努力的在听师父上人讲的《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然后还请教开吉说，那我们工作非常繁忙，如果一天没办法读完一部《无量寿经》，要怎么办呢？开吉就建议说啊，那你可以先读第六品，
好，或者早课读第六品，晚课啊读32到37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好，师父上人这种，好，对老师的家人，好，这种护念，那就使得方先生的后人呐，现在也居然开始啊认真的在学佛。好，那么家和万事兴，其实这个专题啊是可以讲很久的哈，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啊，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没办法跟大家展开来说啊。不过承德法师在没有出家的时候啊，针对《弟子规》和《家和万事兴》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专题报告，大家都可以来参考学习哦。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第18愿。好，大家打开第36页这第18愿是十念必生愿。这一愿呢，是48愿的核心，也就是48愿当中最为殊胜的一愿，是十念必生。好，这一章也是一愿，这一章是闻名普义。好，大家看到中间这个红色的小字，就是闻名普义。好，这一段第18愿十念必生。好，我们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一愿啊，黄念老的注解是很长的，我们可以细细的、认真的来学习啊。那现在只能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又第18愿十念必生愿啊，就是日本的净宗大德曾经比较过，在佛所说的49年的一切经典当中，最为真实的是哪一部经呢？就是《华严经》，好，这是把世尊49年所做的一切经做了一下比较，哪一部经是最真实的？那我们知道，佛说的经都是按照真谛和俗谛来讲解，啊，真谛就是佛知佛见，是佛所证得的境界。但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性不相等。所以，世尊在最初的20年啊，说法的时候，前面12年完全是随俗谛，好，就是讲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些。好，那么从最基础的这个俗谛，再提升到方等，那么再提升到这个般若。最后到法华8年会三皈依，完全是说的真实语。就是前面已经打了42年的基础啊，这时候就可以来讲《法华经》这样的大乘经典。那么《法华经》跟《华严经》这两部经再做比较呢，是《华严》读真实超过《法华》。华严经就超过了法华经，但是如果再跟这一部无量寿经相比较啊，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一个比较，则此经为真。就真实来说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是比华严经还要真实。好，所以换句话说啊，就是这部无量寿经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部比下去。是纯一真实的。又本经诸大愿与此愿相较，就是48愿每一愿跟这一愿来比较啊，就是这一愿是最真实的，好，是真实当中的第一真实，盖表此愿乃真实中之真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一愿就是48愿，
那么第十八愿就包括了其他的四十七愿，愿愿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好，《华严经》所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四十八愿当中的任何一愿啊，也都包含的其他的四十七愿。好，愿愿都是如此的。所以四十八愿跟十念必生这个愿啊相比较，十念必生的这个愿是最真实的，代表此愿乃真实中之真实。好，那这是我们啊用一点时间啊，再给大家最后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第十八十念必生愿啊。那实际上在开始跟大家分享十念法的时候，好，大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好，来落实弥陀的第十八大愿。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两张照片。好，这是我们在师父上人，圆寂百日的时候，好，给师父上人，中午跟早上、中午跟晚上啊，都上供。好，真正虽然师父已经离我们而去，哈，回归到了常寂光当中，但是如同《弟子规》所说的“视死者如视生”，哈，我们依然每天跟师父啊，晨昏定省，并且如同师父上人在我们身边一样，哈，我们希望即使师父往生，我们依然把师父对于我们的教诲以及对我们的期望要完成得更好。好，最后一章是分享。这是今年师父上人96岁大寿的时候，开集写了一幅发大誓愿第六的书法，来给师父，庆祝生日。那么开集也发愿，就是每一年要是有时间，都还会继续写。好，因为师父在生前特别希望我们可以把书法练好。那这也是能够弘扬圣贤经典的一种方式啊。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